Thank you.
小张回家，他这几天出差了，但马上要跨年了，他今晚就赶回来，我们一起吃饭。跨了年就要开始等春节了，这期间会备些年货，就开始有年味了。对你们来讲，有哪些东西是没有这些就不算过年的呀？我觉得年味基本都和美食挂钩。我是湖北人嘛，我对热干面的味道是有感情的。牛肉火锅是我妈妈在过年的时候一定会做的一顿饭，她会一早就准备起来，可能全家人都会很期待。午饭的时候，我妈妈会每人先盛一碗牛肉，吃掉后再开始煮火锅，然后我们就会一家人围着一个锅边吃边聊家常。还有猪黑鸭，我记得我第一次吃周黑鸭是十几年前初中的一个夏天，那个时候周黑鸭还没有现在这么大，我们那个小城市里第一家周黑鸭就开在了我家楼下。我妈妈最喜欢买鸭翅了，它的味道是承载了我的一些记忆的，越长大我吃到的美食越多，这些味道也会越让人想念。现在很少回家了，其实家乡变得有点陌生，但只要过年的时候有这些东西，它们的味道就会把我和家连在一起，所以对我来说没有这些就不算过年。去年我和小张原地过年嘛，我们也做了些好吃的，但是没有吃到家里的这些味道，就真的像过了个周末一样，没有年味儿。你们有哪些一定要在过年的时候吃到的东西啊？可以去淘宝搜没有这些不算过年，可以领福利过大年。原味儿、黑鸭脖味儿、小龙虾还有卤牛肉。小龙虾是什么？